大家好，我是崔姐，现在为大家打一场拳皇98C 联机版的绝说。EP 首发克拉克2比 King， 我们开始的对决。克拉克首先又是暴摔啊 ，EX 模式。现在克拉克进攻，把这个 King 压在了板边。King 毒蛇牵制，连续毒蛇牵制啊，克拉克是集气状态，因为是 EX 模式嘛，可以集气。King 连招接一个落地踢，妄想踢起来。再接一个落地击，没接上，反而被克拉克直接又来一个爆摔。看来这一个 King 情况不好，上必杀技，摔起来。这个 EP 也是非常狠的人物啊。克拉克进攻，继续进攻，打到板边，再一个爆摔，摔起。King 现在血量不大，又被接了一个必杀技，三连爆摔，一个肘击。只剩一点血了，再摔，哎呀，这克拉克真是个投机狂人啊！这一次克制住了这个 King 的快腿。现在来看第二场的比拼，第二场看二 P 的八神技术如何。八神跳地方位，暴气，哎，直接就上一个暴摔啊，两连段的一个投技，地上打滚儿，肘击，又是两连段，节奏掌握的非常好。暴气上去就是一个暴摔，再加肘击，哎呀，前前过去一个三连暴摔的必杀技，连摔。八神有点懵，升龙升起来，暴气再接升龙，好，继续起跳，跑过去，但是没打。这次看双方剩血都不多，按勾手走起来，哎呀，一个超臂没打到，反而接了一个 C 头，谢风抓起，葵花点起来，上一必杀技轰炸，打到门边炸一下，再上葵花。AB 闪身，直接被八神来了个 C 头。克拉克这一次也比较懵。现在看第三场，看 EP 的大门出场，大门还是比较精打的，血后，看这个八神如何来征服他。跳臂直接葵花点起来，上八九杯轰炸。刚一下直接又上连招了，再接八智女，这个八神要超神的节奏啊，这么疯狂。谢风抓起，葵花点起来，瞬移过去再接谢风，哎呀，这是大神啊，这绝对大神，能这样打，哎呀，再上八九杯，我去，这个大门要抓狂了，这一次被打的轰炸，继续按勾手走起来，谢风抓起。没有连上，直接被来了个十字腹，如果不失误的话还可以再连啊。现在被大门连摔了，谁抓到机会都要把对手往死里打。一个麦克斯必杀，十三连缠脚踢起，再上一个天地反，又是一个地狱极乐落，霸神被直接拿下，一次好机会没抓到，反而被这个大门来了个反杀啊。现在来看轰完，红丸跳正腿牵制，再压，闪电踢，这次大门应该是怕这个红丸呀、再次跳正腿压制红丸，我去 AB 闪身又来一个天地反，前前过去，我去这个 EX 模式下的大门好灵活呀，感觉前前可以往上跳一下，跳一下之后上个天地反，再上。这比这个 ADV 模式要灵活，大门。哎呀，这个够疯狂，天下薅下来，再次缠脚，上一个地狱极乐落。再次前前再连啊，红丸直接被连死了，太狠了。大家喜欢的请点一下关注。